颜色给大家，就是有蓝色、黑色跟粉红色，显白休闲的 baby 蓝。然后我就是穿上一些白蓝搭，然后加灰帽，就比较休闲亮白。再来呢，有非常非常有质感显瘦的黑色。再来呢，我还是觉得过节我会戴粉红色，就是过节过年，然后还是要活泼俏皮、好气色的话，我还是戴粉红色。它是整件哦，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刷短绒，所以呢，完全第一个完全看起来不发胖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这一件就是太可爱了，躺下摆的松紧，我觉得蛮宽松舒适的，就做一个小腰身，手也是。另外这次的躺领啊，就是完全经典的躺，它不会开很 V， 它是做一个 V 小小梯形领直接开上去。然后呢，这件的造型就是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，就是今年超级流行的大躺领，后面呢还用了不同的剪裁，然后我们做了螺纹，所以让大家的前后里面外面兼顾，所有都是漂漂亮亮的。然后当然容纳多少呢 ？S 号、M 号、L 号、X 号全部都可以容纳。里面呢这一款不用再穿发热衣了，除非你去大概十度以下，就是可以买粉红色，因为过年过节嘛，圣诞节可爱嘛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觉得这件衣服它是棉质的，它又比较可以就是穿很多的地方，比较不受颜色的限制，而且它完全亲肤不刺痒，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的臃肿，都是挺料棒出的。这个东西你可上可下，那我自己觉得就是有人是不想露小可爱你就上一点，啊有人想露里面的衣服那你就下一点。当然黑色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里面也是全黑刷绒，全黑刷绒，黑色感觉超级超级贵的哦。